第六题，我们看第六题。好，看题目怎么说的。好，题目说的，他说有个疾病呢分成两种类型。好，这个一开始就有个那种叫怎么说，陷阱在里面，会让你误导你。你可以这样讲，像是我感冒，比如说你有 A 型感冒，不好意思 ，A 型感冒跟 B 型感冒啊，不行，不要用 A 型跟 B 型，对不起，这个药物 A 了。我们用另外一个符号，我们用好，假设有两种那个。有一种感冒，然后呢，它是 C 型跟 D 型 ，C 跟 D 两种 ，OK， 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第一类就是这种，就是第一类。第一类，他已经写第一类的，那我不要写 C 跟 D 好不好？第一类他说占 70%， 所以你可以自己举一反三。第二类的话是多少？就30%。那到底是第一类什么？我们就可能看你怎么定义那个它的专有名词啊，什么 A 型感冒、B 型感冒、C 型感冒之类的，就类似这种状况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它放成第一类跟第二类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一类的话可以由药物 A 去治疗，那么每一次疗程成功的几率是70%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想说，这是药那个第一种类型嘛，这是第二种类型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第一次的话呢，不用第一次啊，我们去治疗的话，有可能70会。成功，所以的话就会有30会失败 ，OK。然后其余的话是第二类，你如果你用药物 A 去治疗它的话，会完全无效。所以如果你看这边，如果我们用个表格的话，是这样子的哈，是第一类，好，就是有一种感冒或者是有一种疾病，第一类的话是大概是70%，第二类的话是占30%。OK， 然后你用药物 A 去治疗这个的话，第一种类型的话，成功几率是70%跟30%，会了哈。然后如果你用药物 A 治疗二的话呢，是完全失败，所以是零。成功的话是零，对不对？这成功是零，失败的话是100%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架构，会了哈。好，那我开始看哦。他说，在不知道患者哪一种类型的情况下，我们用药物 A 第一次去治疗它，而且是失败了。那么请问你，我进行第二次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下，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次失败的几率，我们假设它是B 好了，然后呢，第二次成功的那个状况呢是 C， 那是不是相当于 P 什么东西？B 分之 C 就是第一次失败情况下第二次成功的几率嘛？我们假设 B 是第一次失败哦，会啦哈，所以它应该等于 PB 分之 P 的 B 且 C， 听懂我意思啦？好，那我想问你个问题，请问你 PB 是多少？第一次失败的几率？第一种，如果它是第一种类型的话，那是不是 0.7？ 对不对？然后它失败了。你第一次治疗他，你用 A 治疗他嘛，那失败了，那是得乘多少？0.3，对不对？还没结束。那万一你的那个生病的不是第一种，而是第二种的话呢？那用的是0.3嘛，再加0.3，这样听懂吗？这个是如果你是第一种疾病的话，那你失败几率是这些，啊，这是第二次的几率，失败几率。哎，我们后面其实应该乘1才对了，因为本来就失败嘛。这样听懂吗？好，所以结果呢应该等于0.51，对不对？没错的哈。好，那么 P 的 B 且 C 是多少？就是在第一次失败，然后第二次又成功的几率呢？好，第一类型的话，第一次失败嘛，第二次成功，好，是不是就应该是0.7？再乘以多少？再乘以0.7，听懂我意思吗？那第一次是第一次掉，第一次是70%。哦，看到第一次试的成功，彼此是否互相独立？对，所以应该是第一种类型是70%的情况下，是不是0.3失败了？然后第二次再用 A 再去治疗它，0.7，好，加上后面那个一定是0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部分指的是第一次，如果你是那种第一种类型的那种疾病的话，你成功的几率嘛。那第二次的话呢？第二种类型的话，你不用想，100%不管怎么意都是失败的。
所以这个根本就不用算。好，所以大家等它，等多少？49，所以0.3是多少？帮你看一下。0.147吧。OK， 好，所以答案出来，答案就等于 P 的 B 血清里面，答案等于0.51/0.147。OK， 好，这个再稍微除一下，大概是多少呢？大概是0.288左右，所以大概很接近那个0.3，所以选 B， 这样听懂了哈 ？OK， 这个吗？这个是第一。你是如果你是第一种类型的疾那个疾病的疾这占70%，然后你第一次治疗它失败了，所以0.3，然后你再治疗第二次0.7成功了。那另外一种是如果你是第二种的话，那是应该是写0.3，但是你第一次失败几率啊，第一次你就失败了，第一次100%，第二次呢一定很失败，所以是零，因为你不会治疗成功，所以是零这样子，会了哦，嗯。